奥利奥薄脆系列，超薄超脆，超好吃。本节目由玩在一起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。上淘宝搜“心动的测试”，总有你的心头号。本节目由淘宝行业赞助播出。这是谁啊？阿青啊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往青啊来找的。哦，什么情况？干嘛？我拿到佛祖卡了。啊！雪漫姐神预言，天哪，厉害！你太厉害了，这个太浪漫了，碎呀！我太喜欢这个结果了。我拿到佛祖卡了，我真的。那你今天要跟我约会吗？哎呀，那我不知道要干什么。听你安排。好帅呀、啊！你先进去吧。哦天哪，我没有想到你会给我发这个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约会是吧？小姐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我还没什么安排。不是你平时你一般怎么？去按摩。可以，好开心，走，我们回深圳按摩。他还在睡觉？没有，他醒了。大象，我要不要装在睡觉？他在干嘛？他听我们说话呢。啊，还被发现了。偷蒙，他不在里面吧？不在里面，我不知道。太搞笑了。偷蒙在吗？大牙用力推他。他怎么不说话？他让我们不要找他。他说走，我陪你走回去。你不晒吗？我晒开心。哦哟，真的假的？恭喜雪漫姐！雪漫姐太厉害了。我觉得她不还只有一颗。真的不能只有一颗，姐，我这要是有十几个，我全给您了。你真没有想到青雅会主动，确实，青雅这个主动真的是让人觉得内心很澎湃，也很期待。对，我就很期待她主动给我盼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其他在场的所有侦探都会有一个带着引号的小惩罚，就是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，我们都发一个跟心动相关的图片或者视频。好，好的，我们到时候就微博上见了，好吧？微博见啊，微博上见，微博见。啊，他们都出来了。Hello， 嗨，嗨 ，Hello， 你一个人吗？啊，他走了是吗？上班去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，雨帆去上班了。Midian，Hello， 早，只有你吗？哦，牧尘也去上班了。对。哎，他是真的很体贴。牧尘去上班了，所以他还没有解决跟小咪的事情。走吧。中间隔了一个座位。
你要不要再贴多一个？可以啊。晕船贴是吧？哦，贴到耳朵后边。哇，很亲密的动作。哎呦，真是爱的贴贴。好像拥吻了。哎呀呀呀！看一下昨天的照片，拍好多好多的照片。哇，我觉得这两张都可以拼一块儿。是的，这样。嗯，笑得很开心，你为什么这么开心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俩简直长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你看你俩是不是复制粘贴？我那么黑，他那么白。这张是不是你拍的？拍的超好 ，perfect。这张我都想拿来当素材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你有所有的权限。哇，镜头挨得好近啊。犯规了，目的根本不搭理。我好困啊，我要睡一下。下午陪翁清雅约会。好幸福啊！看到大小姐心情这么好，主动邀请。太妙了，有时候这些事情发生的，我都不敢相信。他一直在逗清雅。有人在心动的时候，就是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太不理智了，该怎么办？就做你自己吧，母亲啊。我一直在做自己，哎呦，有些慌乱。好可爱，鹏高感受到了双向的幸福。去弟弟，哇，有点颠簸。哦，人家是去拿东西了。你看弟弟多细心啊！来，谢谢你好。谢谢哎呦，谢谢，没关系，我有拿了。他其实就是想给小蜜递水，然后顺便把别人的都递一遍。对。为什么这么颠簸？我感觉他会画他的侧脸，再画碎花裙。哎呦！虽然有点尴尬，但还是关注着他。其实那个时候是定好很好的机会。对。清雅，好漂亮啊！他又拿了花。土豆每一次见他都会拿花。哎，嗨，哇，太高兴了。这一次是白色的花，谢谢。要上去是吧？真的是去按摩。很好。你知道了。不然还是书吧。对啊。书吧，你去工作啊？哦，书吧也行吧。哦，或者还有影吧，看你想去哪一个都可以。足疗。太棒了，可以按摩了。太棒了。按摩店。这太像清雅干的事儿了。对。哎，有点好笑。你这是情侣风吗？是不是有按摩的 feel 了？哎呀，怎么这么可爱呀、啊？喜欢。啊，你的衣服怎么比我短、啊？我的可能太小了吧。你穿的是不是女款？
应该是一样的吧。舒服。舒服。嗯，换了衣服真好，我们现在就一样了。哇！他好开心啊，就他笑。以前节目里有在按摩店的吗？没有，从没有这么松弛过。可能想要边放松边聊吧。天哪，我是六十二号四点五一样，是男性衣服。天哪，我是五十五号四点五一样，是女性衣服。辛苦你。好的。谢谢。哦，这样。我还没有正儿八经来洗过脚。超好玩啊！今天一整天都是惊讶。为什么？一开始没有想到会有这个环节。我也没想到。吴清雅真的很有意思。然后我没有想到，约会是来泡脚。你要吃晚饭吗？你晚饭想吃什么？听你安排。点外卖。点外卖？回你就回去吃吗？在这。哦哦，这个洗这么久的？洗完吃。洗完吃。哦，洗完在那外面吃。那不是有桌子吗？哦，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啊，点外卖太好笑，然后就穿这个衣服是吧？太日常了吧，翁清雅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想要精致一点的。那我点个西餐来试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啊，翁清雅的脑回路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你喜欢精致的，我点个刀叉过来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本来是想吃啥？我无所谓。你是不是喜欢吃辣的？还不吃个香菜？对。好，那我就点一些。你喝汤吗？喝。辣椒、茄子、皮蛋。可以。米饭。我要。你吃丝瓜吗？我挺喜欢吃丝瓜，但是我爷爷就不让我夏天的时候就不让我吃。那要听爷爷的话。别听他的话，我喜欢吃。哎。你知不知道你其实还挺好笑的一个人？我感觉你没有感觉到自己其实挺搞笑的。没有啊，每个人都挺搞笑的。你怎么说这个古鲁话？他真不知道吗？他们这段 talking 挺搞笑的。他们怎么露出了一种先弄番外的感觉？这段不会是在会员里面看吧？好可爱。这是什么脚痒吗？哎，我快笑死了！太痒了，太痒了！这个动作确实会，我的耐受力比你好很多吧？太痒了，太痒了，太痒了！可以，这样可以。你不会是忍着吧？他在强忍，其实他后槽牙都咬碎了。没有，我天生强大。OK。哎，今天这个约会应该是超舒服的，对吧？当然了，是我挑的。自在加舒服，100分。哎呀。一对对的都长得很有夫妻相，越看越像，很神奇，好宠溺的眼神。睡着了吗？我们要是两个都睡着了，浅浅的眯一下吧。啊，确实好困啊。这个你昨天晚上睡了多久？没睡多久。你绝对睡得比我多两个小时。因为你在给雨凡做心理按摩。他有给你按摩过吗？你的内心很强大，不需要按摩。我内心暂时还没有需要，但是他也一直属于是在鼓励你。对啊，他也是我
很多时候的陪伴。有好朋友真好。我也没有室友可以交流，所以我昨晚其实还挺破防的，挺 emo 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和你聊完之后感觉我导致你心情很差。哎呦，我也不知道，总得说出个理由吧，不然像我欺负你了。没有欺负你，怎么会欺负我呢？那你是因为我说的话心情差。哎呀，你也可以欺负我。哇，哎呦，我，哎呀，你也可以欺负我。哎呀，我没有啊。你可以，你经常欺负。你经常欺负我。我也没有吧。你的话有时候反馈比较少。啊，你也要正反馈。偶尔还是要有一点点。哎呀，我这不带你来按摩吗？就是啊。对啊，要怎样？有妻管严的那种感觉。我这不带你来按摩吗？对啊，就很开心。你的正反馈是带我来按摩是吧？就一起做饭是吧？嗯，差不多吧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嗯，挺好的。这个正反馈我很喜欢。嗯，很舒服。那聊天真是。很搞笑哎。你一般怎么给正反馈？你是从来不给正反馈的吗？你就不说话，一个人在把所有情绪都放心里。正反馈。对。比如说你在交往的过程中你会给正反馈。交往那都已经是恋人的状态了，我肯定不会是那样的呀。啊，好吧。恋爱中肯定会主动啊。啊，对啊。但是前面就，前面就比较少吧。就比较少。嗯。那别人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他？哎呦，也是小小的拉扯。嗯，就是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是什么表现？就会想见到他。啊，想见到他。可以理解。理解了。话说如果是让你来安排今天的话，你会想要去干嘛？画画。画画的确是我也想玩，但是小屋里面也可以画画。外面画是跟你一v一画呀，小屋一大堆人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没看过你画的画，那改天我给你露一手。可以，下次吧，下次你去把那个 one set 拿了。还拿？我们俩真的疯了。好可爱，全都是我的。好想看安脚师傅的反应哦。强度太高了。一周约三四次，给别人一点机会吧。你昨天晚上你不是说你想要有点距离感吗？以前我就觉得异地是不可以接受的。可是你不觉得异地可以保持新鲜感吗？就是后来我鼓起勇气去尝试了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我们最近待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，龙姐。我们还不熟哎。哦，我们还不熟。哇，你真的闻，这赶紧继续给他来一下。可以，很松弛，很松弛，很松弛。我们还不熟哎。哦，我们还不熟。哦，熟了要回去。怎么说呢？又熟又不熟的，就像你说的。熟了就要有距离感。也不是，就是。因为现在还有很多新鲜感，所以不需要距离来维持那个新鲜感。是啊。啊，这个意思啊。哎，挺好的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吃东西了？看一下我点的菜，你爱不爱吃？你点好多啊。哎呀，太舒服，太幸福了。对，你安排得很好的。上一次也是我安排的吧？
上一次是我安排的，好吧？上一次是我安排的。你心里只有你自己。上一次什么时候啊？上一次不是去放烟花吗？哦，对。好可爱。不是啊，那还有一次啊。我知道啊，那上上次。一人一次，不亏。你能想象上次仅仅是一个星期之前吗？天哪，那我感觉我们俩认识好久了。我升温太快了，翁清雅。我升温太快了，翁清雅。我的性格很可爱。你干嘛老说弹幕的话呀你？哇，我希望他们天天去洗脚。我升温太快了，翁清雅。你还是比较喜欢当面聊天的呀。嗯，喜欢写信。但你喜欢打字。没有，我喜欢写字啊，我觉得我字写的还挺好看的。哦，你那个封面的字跟里面的字不太一样，不太像两个人，像两个人，导致我一开始看到封面我以为是别人送的啊。你真的想不到吗？我的天啊，翁清雅。大哥，你们叫他全名。不是因为你写字不那样的呀，不是吗？我字一直都很好看。那个封面比较好看。更好看。嗯，更好看。要是有人来敲门我都不用想，我知道肯定是你。我一开始也觉得是你，但是我看到那封面的字我觉得不应该不是你。哎，急死我了。你也急死我了。你大惊了。他俩好可爱。我想起来，我始终第一眼看你就觉得你像个什么东西。我像个东西。像个什么东西？我一开始说觉得是像我自己，但我好像我像想想不是像。我像，我长得像你。我像不像？天哪，那你是真自恋。天哪，那你是真自恋。我现在想起来了，你是像那个年画上的那个高才童子，浓眉大眼，然后脸圆圆的白白的，看起来很干净，然后也和蔼可亲，与世无争，很标致。真的好可爱，这两个人。我的翁清雅终于露出了她真正的面目，从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是这样子的。太甜了，两个人的这个聊天方式啊，太可爱了，真是磕到了，而且好搞笑啊！彭刚老喜欢叫他大名，嗯，一般喜欢一个人就会叫大名。但是他们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啊，就是有那种浓人和淡人的感觉啊。黄子，你肯定是淡不了一点了吧？巨浓。雪曼姐呢？你是哪一种？我可淡可浓。哦，浓淡相宜。对，哎呦，说得好，浓淡皆可。我觉得夫妻之间应该就是可浓可淡才行啊。你一直很浓，对，就也很累，对吧？嗯。然后你一直很淡，那肯定很疏离嘛。你猜猜我是什么人？就是可浓可淡型啊！你那么不了解我，姐，我蛮淡的。但他那个微信啊、哦，不过微信全是别人主动，倒也是。但是微信你是还是打字嘛，就不是生活中的啊这样子。对我好就啊，你带啊，行。纯叶肯定是浓，我浓稠。我的表现方式就是浓稠型的，对方我可以接受他是淡。哦，我们猜一下海涛呢？浓腻必须要一个。哎呦啊，浓腻，哎呦，浓腻浓稠，我今天是开眼界了。咱们这边是一晨姐是就是浓就行啊，那个当下表现出我最真实的情绪和感觉。我理解。我是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面对面见面是算是浓的，但是分开我是不会联系的那种，完全。因为对方每天会找我，所以我其实接收就好了，但我见面是很热情的人。就是距离决定他的浓淡度。嗯，见面就很热烈。我淡。真的假的？我是属于感情和生活中我都没有什么太让我会特别生气，对，情绪波动的那种。情绪稳定。
你说我下去可以，牧尘不能下去。救命！哎呦！得到了！哎呦！谁在弹？奥斯卡。我还是属于弟弟的那一个选项。是的。I'm sad。哎，原来他等了我们好久。全在等我们俩吗？确实。学挺快的。是吗？嗯。好好看，救命啊！好好看。我放了吗？说我是去画廊，画廊了。今天我喜欢成熟一点。要放大招了。放大招去了，弟弟。Eyes on the road, sky turns to gold. I've seen the sky. 他要去拿那个 one state. Urging my soul, gotta let go. I've had enough of all. 哇快来吧。好样的，这比 follow 卡还猛，期待期待。哇哦！弟弟这个时机找的。太完美了，就是因为他从未放弃过，真的厉害。加油弟弟，加油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给他？单独的时候。好，机会说来就来，人回来了。谢谢谢谢 ，Thank you， 不是小妹。在等，是谁？嗨，哦，还好有人在家照顾他，哈哈，谢谢。奥斯卡表情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兄弟。什么都没说，但说了全部。Hello。Hello。又开心了，这脸能笑，刚刚那个眼神真的很可爱，快给呢，好着急，着急着急，加油弟弟。No chance。 No chance。 他们现在在哪？在房间。哦，好吧，拜拜。玩上飞镖了呢，心不在焉。
八仙。定好是在等小咪出来吗？嗯，他不好意思去敲门。对，但他又很急。坐立难。是小咪吗？不是，雨桐好像是。啊，他要等他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。哥们儿，出！哎，快，哥们儿，机会！快快快！他们去哪儿了？在外面。我给你个东西，给你个东西。哇，可以。给你一个这个。好紧张啊！但是他有可能会拒绝哈。这个可以拒绝哦。规则是可以拒绝的，但就看小咪拒不拒绝。哦，我相信小咪不会拒绝。就是 one day， 就是上次太突然的搞得大家怪怪的，然后就去放松一下。他这个出发点很好哎。小咪，你要看一看弟弟，接受吧。我都感觉我自己在发出 One State 的邀请。这个时机特别好。这就对了。我的弟弟可真是太给劲了。明天是吧？嗯。OK。太令人牵挂了。哎呀，峰回路转。一看他笑就知道了。对面看懵了，说啥呢？对面说你们在干啥呢？他应该和秦奥斯卡吃个饭，我觉得。然后完成我的乐高。咪，快来！来了。哎呦呦呦！弟弟，哇！哎呦哇，这也火速起来。那瞬间，他是弹起来的吧？嗯。他对小咪从来没变过，这程度都没变过，一直都这么浓。对。咋的？这是外国话呢？是外国人推荐的啊、OK 是外国人推荐的，好笑。学完英语，学 love language， 每天学好多语言哦。可以，各自在甜蜜里。哔哩巴拉，哔哩巴拉，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哦，小王子哦，我没看，我没看，小丸子，那个我也是一直想要看的。嗨 ，Hello， 哎呦，你那么早，我们都回来了。就我最慢。果然是八卦的，一秒都没忍住。哦，现在已经可以用了，对。那我知道了，哎，情侣之间就是这样啊，第一个要告诉他，才显得我们最好。要马上分享。对。对，这分享欲也很甜啊。今天回来都挺早啊，挺好的。干嘛去？他想干嘛？嘿，我回来看看你。吃过了哈。嗯，他想要分享这个。跟乐言说。好可爱，女孩子之间好可爱。哦，
好眼熟啊，这个东西。哎，有戏。天哪，这么突然吗，姐妹？意料之外吧。我觉得是能理解他的行为。嗯。他跟我说了。哦，他跟你说了。嗯。就是说，可能觉得这两天，就是可能那天说完感觉有点尴尬，然后就去玩一下。啊，可以啊，想不到啊，动作挺快。那小咪的情绪是很好的哎，定豪是有希望的。太好了，真的。哇，你开心不？挺好，挺好。嗯。不，我觉得你俩趁这个机会也挺好，出去走走，聊聊天啥。嗯，是挺好的。刚好正好聊天一点。对呀。有点尴尬，我也觉得挺好。弟弟真的是把握住了每一次的机会。哇，这波完全没想到，逆风翻盘了。前几次真的会内心觉得说弟弟没我了啊，但弟弟真的是一直没变过，对吧？嗯，包括他起身的状态，包括他积极的这个感觉。对呀，啊，专业的弟弟很吸引人呐。对，他其实虽然是弟弟，但是这个举动其实很成熟。太对了，你讲的太对了。我觉得定豪这个行为验证了他其实是小明想要的成熟的人。嗯，就是当他自己的情绪和别人情绪发生碰撞的时候，他已经伤到就已经自己都那样的时候，他去干嘛？他去给小咪点烟花，那个时候他心情重要吗？他不重要。那个时候他想干嘛？他就想让这个女孩开心，他优先了她，而能把这种顺序次位排对了，我觉得他在这个上面，我觉得足够成熟。他已经是在另一个层次了。祝福，祝福。哎，没人，这是按脚的回来了。应该有人吧？你先进。谢谢。正好带回来行李。谁回来？嗨，雨帆。你们去哪了？我们去按摩啦。哈哈，好可爱。你们去约会去了？我去，对啊，是那个昨天晚上的 follow 卡。我知道啊，我猜到了。这臭屁了。高哥厉害。是我。不是我。是我。是你发的。哦。雨帆都震惊了。你们的顾虑怎么变多了呀？明明之前你们发的都很快的。是你变勇敢了，文清雅。是我勇敢了。是你进度条跟上了。怎么会这么可爱？好骄傲哦。他现在好自在啊。嗯，好舒服哦。对。嗯，很自然。你开心吗？也算他主动一回了吧。好嘚瑟。他主动了两回了吧。对呀，啊，第一回是什么时候啊？散步啊。哦，很难得的，对我们 INFJ 这么主动。哦，很开心哈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收到收到。所以他今天安排的特别好。真的吗？对，按摩特别好。吃饭呢？吃什么了？就在那儿按摩那儿吃的外卖。特别生活。真的很真实。对啊，他就喜欢真实啊。文清雅说：“我还没玩够。”哦，笑起来好可爱。我觉得彭高很棒的一点是，她也跟她的闺蜜成了好朋友。嗯嗯，这就是非常大的助力。是的，他俩都变了好多啊，这边真的好可爱，这两个人。谁呀？哎，我突然有事儿，张牧尘，怎么着啊？谁？张牧尘，张牧尘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找你啊？等一下。好。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啥？枕头。你用枕头干啥？我不是说你头不能靠吗？有这个你就可以靠了。我这个头我不受不了了，我要把它拆掉了。
很痛吗？太紧了。很痛，它就是我想好好靠着，靠不了。哦。这样很容易脖子一会儿落枕。细心。哦，谢谢。不过不用抓夹了。他不用抓夹了。哦。没事，以后总能用着。谢谢。哎呦。小蜜直接回去了。哦，他还是在生气啊！大哥，你好歹把那事儿说了呀！对呀，他不说的，你好歹道歉呢。我以为谁在弹呢？想听吗？我弹一首。啊，谁弹？我弹。你弹。表演。Tom 马上给上位置。他是他第一次在里边弹钢琴。对。他会弹钢琴的吗？你知道他会弹钢琴吗？我知道。哇哦！不是他从小弹的。小明还是了解的。他开始散发魅力了。小咪的脸色不是很好看哦，哎呀，还在想之前受到的伤害吧。清雅跟雨帆，感觉他跟小咪有在互动，然后他今天又拿了一个粉色的靠枕给小咪。哎呦，天哪，什么时候？就今天回来他过去进入的时候受伤了。他出动了。对，他终于出动了，所以这才是心之所向。但是怎么感觉小咪的反应淡淡的，可能就是好像就是淡淡。但是他又淡淡的主动，对，很厉害。淡淡的主动，淡淡的主动，淡淡的浓。我以后也要。你也要干嘛？高冷起来。好可爱。哎，太可爱了，我的天，想得美，适合这条路。哎呦，我笑起来好甜呐、啊！太可爱了。我们需要走路，然后又坐下来，直接摇摇摇，但是好舒服哦。最动人的是雨帆的笑，我觉得。真的好令人心疼。是，其实他自己一个人他也非常好，非常开心。是，就是看那一刻你就觉得一点都不用担心雨帆。对，他好正能量，而且对，特别棒。肯定还是会有点遗憾，但我觉得那个笑容感染了我。
我觉得小咪还是喜欢沐晨。喜欢呀，看到他就笑了。拿了靠枕以后放了一下，放到自己包里，然后马上就出来了。然后你们在干嘛？谁在弹琴啊什么的？他也在期待赵沐晨的回复、啊、对对对，就希望他能完整的告诉他说了什么。你们那件事情确实还没有解决嘛，对，那个结还没有打开嘛、嗯、但沐晨也是喜欢小咪，不然他也不会一系列的示好。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已经到很难了啊、哦，又送礼物又弹琴，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、啊、对，感觉沐晨是下定决心了现在。嗯，你干啥去了？你干啥？嗯，好，行。嗯，要上厕所吗？等一下。姐姐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总感觉他今天在教我做事啊？为什么？我有问题啊？定好小孩子、那不能这样说。我意思是你不要这样说话。不要说他是小孩子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是一个 straightforward 的人。很直接的啊，你想到什么就讲出来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你要再多思考一点再说出来。哎呀，他好像有点生气。哎，他这个话本来的表达就没有让人很舒服。他不是为了教他说话吧，他是因为小咪不是总说定豪是小孩，所以他可能就觉得小朋友这三个字就是可能会就对定豪不利。你可能是开玩笑，但是讲完之后呢，我兄弟这处境就会稍微又加剧了一点吧。但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式。所以嘛，我就问你，我有没有类似这种，就跟你有差异的，然后你觉得不舒服啊，或者我不应该讲、不应该做的？刚刚，啊？刚刚？嗯。Oh no！ 他的意思就是觉得他可以教我，让我说话，嗯，怎么？他说，万一别人觉得你说话不好听什么的。然后我就很不开心，我很讨厌别人教我。教你做事，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呀、啊。有一点点的小委屈。我就说感觉你状态不是很好。对，我刚我刚刚也看出来，感觉状态不是很好。其实他说的挺，就是挺。他可能挺没有那意思的、就是、对，但是我会理解成那个意思，就是他可能觉得是在就是告诉你一件正确的事情，但其实我们并不想知道那件正确的事情。坐了，你坐我那儿没事儿。不是小咪的啊，正面冲突，女孩子互相在一起好治愈啊。哎呀，被偷花片了。可爱，你就对着镜子滑一下，你觉得呢？去看看他。嗯。我啊，我可以进来吗？琪琪会觉得不好意思。嗯。慌了。怎么了？
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才没找你说。我现在也觉得很委屈。七七很厉害的一点是可以做到有话直说，有事说事，不会藏在心里。那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吗？我知道，可能我说的太认真了，对，让你会觉得我说的话你是做错了。你可以做自己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说我的经验而已。不要太上心，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听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跟我说，也没有问题的。我不想哭的，我觉得很没必要。你哭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大事。那当然了，我觉得不应该哭的，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就是好好聊的。哎呦，这太好了，这种沟通方式太好了。女生都很好，真的好好，男生应该向他们学习，说实话。真的，我以前的伯乐他教了我很多东西，然后他跟我说，成长就是社会给你教训，我不想你有什么事，所以我就才有刚才那个对话。我没有要教你什么，之后也肯定我也会这样的。我经常讲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很烦的，我很烦的，我说很多话了，对方觉得我很烦的。他说要我出去，你不要再讲话了，你不要再讲话了。他也有他的方式给化解了。对啊，这个就是他的独特的方式啊。你就当我是一个傻子吧。我反正在爱情上面就是个傻子。好啦，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只是我今天有点敏感。我知道。你讲这些事情其实是好事。对啊，就是可以少走点弯路那种感觉。对对呀，可能一下子就激起了我的逆反心。刚刚你说的逆反心我也很重的，就譬如说我爸他说走左边我就走右边，这样的人啊。其实我刚刚就是有一种那种。但我不是你爸好不好。我不是说那么年轻，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一下子想起来了我的童年。然后我就觉得不想听，好烦，好委屈。如果你哭的话，我就很着急，是不是？天又下来了，完了，怎么办？天又下来了，哎呀，托梦。好啦，没事了，就当我今天没哭过，今天没有哭。好吧。Okay。他真的是中了10万的运气才遇到这样的一个女生，能告诉他什么都直说。对，头目你就偷笑吧，你遇到他真的。哇、哦，这么顺利就解开了。女孩子好好哄哦。真的，便宜他了，说实话，有点便宜头目了这个。但他态度也蛮好的，坐在地上跟他讲。他俩其实就是很搭，因为都很直接，就遇到问题，反正错了就道歉，很快就可以解决问题。对。我画一个哆啦 A 梦，它是蓝色的是吧？乐言他们两个好逗啊。你给他们弹 BGM。 这个吃瓜的群众，这两个别看他俩该出来会出来的。你教我一首你喜欢的，你觉得我能学会的。我觉得当你其实挺简单的，你直接弹那个旋律吧。当你第一个音，你可以用五
用这个吧。哦，这边是甜蜜气氛。三，用三的，三会有一点实力。一，三，这个。啊，你说三是指我的手指第三根。我要举报这个老师，我不知道什么一二三四五啊。还有这个，我们三手连弹啊，好棒啊！啊，哎呦，贴得好近哦，蛮厉害的吧？我已经到厉害的程度了，这首歌我真厉害了，谢谢。原来谈情说爱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好笑，真的好好笑。原来琴还可以这么教的呀！哈哈定豪，你要好好学学。受不了了，快点定豪教他画画。会说话多说一点，又加分了，在小咪这儿。我在认真的弹，我很好听啊，很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啊，好幸福啊！太甜了，小状态太好了。嗯。奥利奥薄脆系列，超薄超脆，超好吃。本节目由玩在一起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。哦，好逗猫咪哦。哎 ，Hello。Hello。来喽。One state。好快乐，这么多毛。我很多东西是头铁一直接触，然后直到它免疫，就是你啊。弟弟会说情话了，我觉得好幸福。他蜕变了，他成长了。我帮他取了个名叫做他这个很会啊。你没事了，好好哦。今天晚上十二点要给雨帆过生日，我觉得我像在求婚。是啊，我都忍不住想要给你告白了。哇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的心都砰砰跳。哦，你带我吃一口。哎呦，好甜，比蛋糕还甜。奥斯卡只要看着乐言就很满足了。哇，哎呦，真好啊！他现在有点坐立难安的感觉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是误会了一些东西。我没有误会什么呀，就是很无语。你说出的时候你在想什么？他有点解释不了倒茶的那件事情。对，小咪没有心思了。天台，开心的记录。正片每周一周二中午十二点 SVIP 抢先看 VIP 每周二周三中午十二点更新，会员抢先看一周，周四周五周六会员专享真人秀加更，陪你看心动，还有花式物料和惊喜活动福利不定时放送，心动宇宙甜蜜相伴。早餐店，透不过去拥挤的地铁，还没睡醒又开始新的一天。摩天大楼下城市很美，云层之中有甜蜜的约会。上微博参与心动的信号话题讨论，分享你的心动观后感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，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上百度 APP 捏一下 AI 帮你获取更有用的信息，上百度搜索心动的信号，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，上腾讯地图 APP 解锁心动地图，吃喝玩乐一手掌握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更多追剧资讯，领取 SVIP 优惠，首次关注还可免费抽 SVIP 年卡会员哦。
微信搜索腾讯智影，来智影解锁 CP 甜蜜合照。关注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，可参与抽会员哦。来腾讯视频搜索心动来电礼包，参与会员活动，既有机会领取周边大礼包。 Jump 来啦，腾讯视频会员新品，年轻人的专属套餐。腾讯视频 TV 版，极光 TV 同步播出，大屏观看更畅快。光在眼里闪烁。